这些的博弈，两个人的这个，好，在充分的比赛中，总共爆摔啊，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情况呢，一般是被认为都会记住的。好的，刚刚这个支持。我们寻找机会。好的，我们看到刚才两位在相互缠抱的过程当中呢，来自于这个意大利的选手啊，这个想进攻，但是重心不稳就倒下。两位选手的实力相当，越是高手之间的博弈呢，越是给人们一种悬念、紧张。赢是对方，你是虎视眈眈。第一回合结束。紧张又学的这个双方的中国的散打也是非常的地道啊，一个接体摔。现场朋友们，我们一起让中国选手加加油好吗？来，邓泽奇，邓泽奇，邓泽奇，加油，加油！在高手相互博弈的时候，双方都不能着急，一定要找准机会。要比外国人就要好得多。你看，同样的剧情，中国人只有一个影，而外国人就要说上两个影，死斗三个影啊！其实中国话要比所有外国话都不行。等我们中国真正强大，让所有的外国人都来讲我们中国话。我相信所有现场朋友们啊，这个都能看到，其实呢。